假日嘛，也是大家亲朋好友以及我们遛萌宠的一个好时机。然后这次有很多的动物狗狗或是猫咪来跟我们的插画家一起做互动、做公益，然后呢又可以在假日这么美好的一个环境的地方做一个交流，也是觉得蛮有趣的。那我觉得这次也看到一些鹤台的熟学们跟一些刚入插画圈也好，或是动漫圈已经熟悉很多一段时间的这个学生的发展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因为他们在这边也是开始踏出自己商业的第一步，开始贩售自己的商品，也希望很多喜欢创作的孩子们就是可以多让自己走出来，不管来多参加展览或参加市集活动、动漫活动，都是很棒的的这个尝试。这样子借由母亲节这个档期，然后有这个场地提供出来，就是希望能看做些什么东西，能募集到一些爱心的善款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我刚好认识那个朋友，他认识我之后了解我这边是漫画家设计的相关的产业嘛，所以他就问我说能不能请艺术家们来这边做一个展览这样子。然后我又看到鹤彩有那个蒙甲神会路，对，那个市集我觉得好像学生们都各自有摊位，好像蛮热闹的，就觉得应该也可以一起共襄盛举一下这样子。因为你摆摊可以学到很多陈设产品的陈列跟如何与顾客沟通互动，以及如何去促成那种成交购买的一个过程嘛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实战经验。